今年的家庭日呢 Family Day， 不知道大家安排好节目未呢？在这个的Tawashan Mill 呢，这个三角洲这个的大型的购物商场里面呢，有一个叫 Bass Pro Shop 的 Outdoor World， 这个大型的户外用品专门店。店里面呢原来有分一些的钓鱼区啦和森林区，布置成真的一样。咁好多嘅家长咧会带住小朋友咧嚟呢度参观，睇下呢啲嘅动物标本。当中咧有一个好大嘅鱼缸，养殖咗一啲大批嘅三文鱼，好似走入一个河流嘅流域世界里边。亦都见到好多黑熊嘅标本啦，同埋其他雀鸟啊、鹿啊。经常咧都好多嘅小朋友咧就喺度同爸爸妈咪影相，系完全免费嘅。当然大家亦都可以是买个船啦，如果你有钱的话可以买个船在夏天去出海啦，或者是买一些户外用品啦，都相当之不错的。那不如一起经过看看这个这么特别的这个的 Outdoor World。 Let's go!